要保障你同家人嘅健康，喺购买预先包装嘅食物之前，最紧要留意包装标签上嘅资料。所有容易变坏嘅预先包装食物都有此日期前食用嘅字眼。售卖过咗期嘅呢类食物，或者擅自更改标签上嘅日期或资料，都系违法。卫生署查询电话2787-0007。